那个了。哎、欸，好像可以哦。等一下哦，因为他们是一格高，一格高这样子，然后就能敲掉这个了。OK， 这是小牛的，哦，不是。就这样，来再去换一些方块，我们就可以盖附魔台啦。怎么会没有染料师之类的职业啊？感觉就是要有啊。啊，你们生小宝宝了没？我想一下哦，有床，你看床这么多床，看我干嘛？生，给我生小孩。我看一下我们坐标920，不就是960960嘛？然后不然我们去野外找村庄啊，看看有没有那个。有没有？有没有那个红萝卜跟马铃薯？为什么你还不能换？要换这个是不是纸？啊，收到纸。甘蔗鸡还没做哎、欸。谁想跟我生啊？生什么鬼东西啊？好，我们整地整到差不多了。阿甘蔗鸡，我还是想晚点做哎、欸。他是逼我换灯吗？我那么多灯干嘛啦？哎、欸，可以了、欸，12、13、14、15。换再换一个好了啦。好。再来，可以做，就除了黑曜石不能跟村民换了、啊。那我们附魔的盖哪里咧？啊，就这里了。然后发现里面有树，对不对？再来是钻石两颗，怎么那么丑啊？终于有了！没有啊，其实那我会故意这样盖，是因为要盖这个啦。你看，这个就可以藏在后面啦，而且还是两个，这样子。好啦，很丑啦，我知道啦，对不起。书青金石，
好了，我们终于可以附魔啦！哦，瞧半天，做一个沙轮在旁边啊。沙轮是要用烧过的石头，再加上木材。欸，不是木棒。欸，不是这个。我们在旁边放这个。嗯，我们就可以换。啊，要做铁针哦，等一下，这边有铁针。啦啦，这样子好看，完美。我到底在忙什么？哦，对，拿。再拿些铁去换钱。欸，其实这个版本的铁巨人塔真的好盖，效率又好，真的不错，真的棒。他在找妈妈。想换个钻镐，不知道我换钻镐要干嘛？我换钻石头盔，这样就保护三，对不对？保护二，耐久耐久。啊，换个鞋子好了。你有吗？没有。嗯，哇，降价了。可是我需要的是鞋子哎，换个这个，然后去洗掉附魔。好烂哦！好啦，我们出门去，还是穿点衣服好了。我们去，再做一把钻剑好了。耐久，不耐久了。嗯，附什么好？附什么好？要多燃烧啦！好啦，可以至少可以喝了。那这个嘞，人少之刃。啊，等一下。看一下钓鱼机里面，深海漫游系列，燃烧极致克星，这个风力三，风力三哦，然后深海漫游，
是帽子有吗？帽子、胸甲、鞋子、裤子。好啦，就这么平，就这样子。我们可以去找萝卜啦。想说我没有丛林木啊，然后想到啊是那个啦。好，我们先睡一觉，睡醒我们再出发。记一下哦，5960 5960。好，我们往这个方向走好了。嗯，吃的要带，水有了，深海漫游，深海梦游，梦游。船重，走喽！我这个，我在想，我要不要打中介龙？因为。从那个哪个有龙之吐息之后的中介龙，我没有打过啊，没一个人打过啦。不过感觉就全身穿好好的就都 OK。可以复个幸运铲，然后铲历史。其实很少生存，我会穿钻石鞋以上的那个啦。因为我通常都只穿钻石鞋而已啊，我觉得有轻盈就够了。除非你要挖矿什么的，再带个清水性啊、水下挖掘啊那种东西，这样就够了。不然其实你不打怪不怎样，你真的穿这样就够了。啊，想说还少了什么？那个啦，啊，好，这是多少？负负一。对哦，我看一下哦，-120，然后-300，
我应该盖个地狱门吧，恐怖。等之后吧，因为这个不是可以来那个触发那个不祥之兆，然后在附近再盖个那个叫什么村庄机制，我们就可以刷那个什么图腾了。而且现在好像去林地福地也没有什么必要吼，因为林地福地之前唯一要的就是不死图腾啊，还有什么吗？没了，对不对？打幻魔者就是为了不死图腾跟绿宝石而已啊，人家绿宝石那么好拿，那个不死图腾又打那个劫辉者那不然对劫辉者那些就有了。这个打在哪里好啊？打我的地系好了，919919919，-1200，-300。村庄这么少吗？然后还有羊的，我羊还没赢。感觉就是，能盖的东西很多。那，如果就是怕那些东西都盖完，那这个生存可能就后面就会变得很无聊，没意义，不是没意义啊，就可能会没动力。哎、欸、啊！如果真的要我盖那个什么，盖自动采石头的那个机器呀、啊，哎、欸，不想找蜜蜂就一大堆。算了，放过他，虽然我身上有捡到铃兰。哦，然后我也在想啊，我要用手工挖的好，还是用炸弹炸的好？那这也是昨天一直在想的事情啊。去海边找海龟蛋，因为有海龟蛋之后，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很多东西了。神怪塔也好用啊，猪人塔也好用啊。然后我在想，在窟窿旁边盖个自动钓鱼机。诶，不是自动钓鱼机啊，是那个鹅卵石制造机。因为狗狗会去咬窟窿嘛，啊，狗狗咬的窟窿经验会有经验，然后再加上你有经验修补的话，其实你那把镐子也不会坏掉了，对吧？诶，又一个蜂蜜，有蜜蜂。老整的了，但要用丝绸袜啊！对耶，算了，我们继续找村庄。忘记了，我的丝绸书没有附上去。QQ，好啦，继续找村庄。欸，很没目的的到处晃欸，不然走到，我看一下哦，走到1000，我们再掉头。
这太高了吧？哎、欸，这边是不是快到我们的起？哦，没有，不是，然后快到初始点。然后那个哪里？如果我们家我一个世界重生点旁边就是村庄的话，有个好处就是重生点那边的那个什么个讯息会是读取，所以可以在那边盖一些铁巨人塔、啊，然后一些东西啦、啊。那边就是你玩家离开也会持续运行。所以铁巨人塔那些盖在找到了，哎，这个还比哇，像这个村庄就很棒哎，天哪、啊！你看峭壁上、水边、峡谷，哇！哎，跟你讲，如果这个是一开始我找到的村庄，我一定爱死这里。可是我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再就是找床睡觉。你干嘛？小朋友不要哦，唔贪哦。这里又是哪里？负二七三八五。273850村庄，黑白毛和花毛。哎、欸，你是皮匠，丑。什么？种子？爱困，又打哈欠了，又来比谁的嘴巴大的游戏，不是游戏啊，啊马铃薯啊，好了，目的达成，撤了撤了撤了，再逛一下好了，有没有铁匠铺啊？黄色的，没有。这间没看过。啊，马铃薯，马铃薯，马铃薯。你看，通常峭壁三边那种，就是仙子啊，或是预言家在住的地方，有那种峭壁，都是那种隐居，然后。隐居的，哎、欸，不对啊！我在想，农夫有没有机会换到啊？那我还跑这么远，对吧？农夫有机会换到小麦吧？不，为什么他的代号怪怪的、啊？看一下。你看 B7737 什么鬼东西的？那、啊、你嘞？哦哟，都一样。哎、欸，这村庄很大哎、欸，很棒哎、欸。个头啊！我觉得好像还好，不是。哦。这个就是那个了吧？不是厨师啦，你叫什么？烟熏炉是做什么？肉屠夫吧？
没有错。屠夫，对啊，鸡肉，给我换。算了，不给你职业了。屠夫真的是最差劲的职业。嗯，看一下哦，没有了，这间看过了啊，这边还没看过，我们最后再去山上看那一间。哦，好棒哦，这种聚落才好看。得得得得，这羊也太可怜了吧！哎，这边看过了，这边都来过了，所以只剩山上的那一间。山上的孩子，你没有穿，害羞，害羞。我怎么闻到泡面的味道？有人在吃维力炸酱面，可恶！拍心，哎、欸，你有没有卖什么？没有哎、欸，所以不一定会有咯。不有啊，所以就欠裁员啊。猫哎、欸，哎、欸，这间也很可怜，他出不来了。出去，我要警察，没有东西。把虫带走。这用什么挖比较快啊？剪刀？没有哎、欸，感觉都一样哎、欸。还是用锄头比较快。马铃薯，啊么红萝卜啊。黄色的床好了，还是带走啊。好了，已经应该没有了。哎、欸，我以为有那个酿造台的嘞，应该哦，还有一间，还有一间，身上有一间。啊，这是最后一间啦，这个看完我们就回家啦，回我们沙漠的家。哦，这间果然格局不一样。走了，失望。嗯，看会不会摔死啊？效率。耐久，那我缺幸运呢、欸，所以要一个包覆到幸运。然后现在这个有了啊，我们就可以做那个了。骨粉机，所以骨粉机的话，我们可以种那个仙人掌。哎、欸，1.15复制地毯是不是不一样了？还就除了啊，还要史莱姆哦，还要史莱姆方块，被发现了。你在吃维力？应该不是你吧？我家人在吃啦，只是我也觉得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鼻子都可以闻到一些很奇怪的味道。就像有一次我们半夜在那边聊天，然后就突然闻到说谁在吃大肠面线，然后哈基就说对不起，我在吃大肠面线。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不知道哎、欸，我闻到啊。太高了吧？詹圣杰安安，黄伟伦安安，萧子山安安，你正在泡泡面，哇，哇哦！
打了啦，打了啦！啊，你怎么会在这边？自我放逐。好啦，来试试看，找个牛。不祥之兆。我们去把刚刚那个村庄毁了好了啦。我想一下哦、喔，那这样子，那种通常刷不祥之兆的，通常是盖在家里好，还是都是就是在那个少界塔旁边好啊？这样子还要就是用地狱门传送？想一下哦、喔。嘟嘟嘟嘟噜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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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噜噜噜嘟嘟。是谁跟我讲说只要捡到旗子就有机会发动不祥之兆？我又被骗了，是不是？不啦，看一下哦，960960，所以我们要往左前方走。左前方走，左前方走。没有，刚打船原因也是因为一方面是带回家嘛，那另一方面是在晚上睡觉这样子。因为之前想说，不是之前啊，反正想说，如果这村庄没有那个没有东西的话，我就打僵尸。拼拼看会不会有萝卜、马铃薯，这样就是这么简单。没果，带回家。那时候觉得这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啊，不知道冥冥之中就是感觉会用心电感应一样。要走900多格哎、好，我们再来笔直往前方走就好了，也不是笔直啊，还没到啊，等一下、喔。我要找牛啊，等一下啦，我要找牛喝奶，有没有牛牛啊？有没有牛牛啊？而且我有点后悔复燃烧哎。那就只能有一把锋利跟掠夺拿来打那个中介珍珠，也不用啊，要啦，因为打安德用